大家好，我是亚文，也就是来打这次的特别关卡，然后挑战是使用绿魔法，然后魔法终结，然后即兴去使用三次，然后开场对方就会先来个狂暴一下，然后把我们全军用到1%血量，真的是厉害。我要补血还是预付？我在想。应该是预付，应该是补血比较好。然后对方会使用火、冰、雷、土的属性攻击。对方防御上升，我还好，因为还行。好的，我们就先来个，补血好了，还是需要补血。不过抗性可能会不够，不过上回我在上抗性，如果上抗性就没人补血，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啊。真麻烦，真麻烦。来圣鸟，然后重生好友的，现在是抗性都被降了啦，所以就麻烦。好的，对方不能降攻魔底 buff， 非常好。来，我们有 TG 啊，应该是不用打太痛了，我们就慢慢消吧，然后先上属性，然后做个券的，然后坦克继续挑衅。哦，金属还蛮硬的，打不痛。这次是带师匠来打了，没有带纯这个关卡用一拳超人超打的。我慢慢来喽，是可以用磨的跟他磨。主要先解那个极限技，然后用绿魔法。绿魔法的话，我想想看哦。应该还用不到，等一下快结束的时候再用绿魔法会比较好。来，我们先上解伤。然后可以啊，是可以的、啊。这里有个绿魔法，对方会使用土，所以我们用开超图抗。重点是没人补血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自己补血。哎，我刚刚是按到 T 吗 ？TG 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 TG， 血太多没有 TG。好，没关系。然后你的 buff 又好了，你可以试一下用对方的冰啦，等一下会比较好打一点。持续回 MP 跟 HP。
好，来的，我们来吧。另外一堆戏剧角，就是那个夏日的李德跟菲娜还不错，蛮可爱的。算是极限季快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大胆的上 buff 了。哇，好多法术哦！真的是对方都开法术了，乱开一通，哎，全抗，哎呦，快错，觉得可以加点，哦，有点卡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上个房吧。第二个护盾啊。我觉得应该是带不走了。我想想看。他现在是已经没有那个 buff 了，所以说应该是打得穿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上我们的状态就好。真的不行，我还有一招啦，法术啊，有用强弱石。可以收掉。第一关是给我们那个先试试水温而已，还不错。抗性够高，挡得住。哎呀，我们极限机完成了，进入下一关。就是使用冰属系，然后不能使用强区。可以用醒梦来打啦，或者是用天下预免都可以，只是不要用那个强区而已。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对方驱散掉啦。第二关是我有带打机械的会比较快。好，对方也是会放一堆有的没有的，真的是放一堆有的没有的。我就先上百抗，挑衅百抗，然后最好的方法就是再上全愈复啊。然后丢 debuff，
然后就开始劝喽。用冰属性，敌人怕冰啊。哎呀，开错开错。我们要先开的是我们的完全虚无境地，然后再开冰。完全虚无，再开冰。哦哦哦哦！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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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痛！中毒了，中毒了！对方会那个中毒以及麻痹的状态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然后有大量的法术，都是法术，物理是倒是偏少，不能采用超强区。我觉得是阿面对方上 buff 之前就先把他撂倒了。然后加个我们的降冰，对，然后前期挑衅，然后 TG 应该是可以直接收了啦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TG 吉林镜。虽然我没有叠到最高啦，不过应该我觉得受得掉。那我再加个 buff 以及护盾。好。应该都完成全部的成就了啦。然后最后菲娜丢个巴哈。OK， 圈应该是收得掉吧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幻兽终结没问题。哎呀，我有人员中毒的，其实第三关才是比较难打的啦。第三关就是会有即时效果，所以预付要上满。显现到28显现到就即时，比较麻烦的一只。然后偏物理攻击，有全体物理攻击，也有全体魔法攻击，所以要特别的小心。主要是要有火冰雷了，火冰雷抗性一定要够。那对方种族是恶魔，记得要带恶魔杀，因为这一关的血比较多，然后他会害怕，他会怕生病的。然后以及睡眠，生命睡眠，我们就开始就开群档了，然后以及魔法减伤，全抗以及魔法减伤，然后菲娜直接开预付了，那我看一下哦，使用极限技终结很好。我们就虚无兵，看可不可以把极限机敲出来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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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极限机很重要。哇，这个太耀眼了、啊！夏日的少女，夏日海滩少女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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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挡个住挡个住挡个住。好，我再去堆我们的极限技。用这个堆吗？不对不对，不能用这个。我们来开个免疫，然后加个过魔防性，集体 buff， 然后挑衅开下去。拖拖拖拖拖，然后降，回复我放 HP 跟 MP， 加那个刷兵，金属系，然后丽娜好像是多余的，因为她已经上了预付了嘛，所以我们最好就是的方法就是再帮大家集一个极限技能。让大家集个极限技，那让极限技的速度可以飞黄腾达。但是我怕直接把它打掉，应该是不会啦，打掉就真的太瞎了。来基地技，我就慢慢把伤害叠起来。让我看看呢。是比较麻烦，这个那一招呢？啊，找到了，霸，然后加精灵镜，放灵镜，精灵镜，真，灵镜霸，精灵镜，哦，我的幻兽，我的幻兽。傻眼呢，靠死！哎呀，这个是太有点惨，惨惨惨惨惨！我要先爬，我要先把人复活起来了。攻魔上升，需要把它砍掉。反正刚叠的都没有了，直接把它砍掉，然后再上 debuff。然后看看会回多少血就回多少血吧。好痛啊！卖戏啊！卖戏！我告 combo 哎，那这个就是没有抗性，真的是被打了，被打假的。好的，很好。哎，我有踢了，有没有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再重新来过哈。其实这个网不好打了，他真的是。要要求一点，最好再开个全军上衣服啊，会比较妥当一点。真的是有点痛哎，好痛！来开个双解伤。哎呀，看不能，没有，我觉得还是上 buff 好了，双减伤有点危险，我觉得先上，buff 上过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加盾的 buff， 然后全看好了，那毕竟有预付了嘛，就是盾架起来跟他拼。干，他这个只会吃吃吃吃吃，抓死，
很好，很好，没抹了，我的阿特斯特没抹了。很好。我们需要疗水，增加几千级。回血回 MP。那我想想看哦。应该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我把伤害叠到最高。我用冰了，先把冰挤出来吧，然后降真灵镜，应该是可以的。直接开真灵镜，没 MP， 没 MP， 没 MP。好问题，OK， 好，这样他就 MP 了，我们刷吧。我应该开错，我应该先开真灵镜，再开冰。巴哈可以先丢了，因为任务是召唤幻兽嘛，只要几天去终结没关系。剩一趴。好的 ，so， 我们可以通关了。我们很简单，这种时候托付。然后提升攻击力，基本上就收掉了。没意外的话，然后再降敌人的防击，然后提升我方攻击力。这个就不管他了，这个就不管他了，直接来个必杀技。我好友的阿特斯的好像没有倒，是他有，是他有冰属性的。这次的特别工厂，我倒了好多人啊，一直倒，一直倒，啊，不过不错了啦，打得赢就好了，偷笑了。我好友的阿特斯的还不是用拿那个属性杀、欸，种族怎么样？种族杀啦，种族杀，没有种族杀，这样还打得赢，我算佩服了。好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就是开心了，完成全部的成就了。如果不完成成就，应该可以打更顺。然后我分享一下装备啊，装备其实基本上有点坦，像我这只就是彻彻底的肉盾啊。HP 有20000，然后防有1400，算比较厉害了。然后雷是撑最高，跟土，没有土是最高了，然后接下来是雷。然后火冰也有35，就是要撑火冰雷抗性，还有土抗，打第一关的时候特别需要。阿特斯特有带那个龙族之血。
提升火并雷抗性 30%， 会变得比较坦啊，比较不会碰一下就蒸发掉了。装备是带正中，然后以冲锋手套，他自己的，然后带的是打机械，然后打机械打快一点，然后夏日菲纳里德，然后也是撑高料，很高的抗性啊，然后以及绷带，全异常状态无效。其实主要的还是要防的那个是麻痹跟中毒，其实基本上只要防麻痹就好了。啊，还有最好是可以带防即时，即时哎，啊这个原始之盾可以防止一次即时，会比较好。像我有带，所以说可以帮大家复活起来。不然我刚刚如果没有带原始之盾的话，我可能早就已经输了。因为我没有去抗即时的能力，而且我坦克没有带，想说预付够用，没想到它是连刷的即时，我真的是，好我也认了啦，嘿，然后加上那个确保，战斗不能还有剩下一次，就是说我还会被打不死一次，所以生存率算高。然后菲娜也是补补血，然后也是撑全抗耐性，撑抗性的比较多啊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比较难打的，我觉得是最后一关的即时啊，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装备如果没有防即时的话，可能会像我刚刚那样全部趴掉，真的是全趴、欸。我队伍除了蛋妹之外，全部都趴掉了。真的是蛮悲惨的啦，好险还救得回来，但是打得很激烈的一场。好，还是分享到这里，好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